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我们现在要来打无垠宇宙的侵略，然后我要挑战的是最后一关 LB 5了哈。那我要用的队伍是双阿尔冯斯。好，那我带的剩下两只是达尔文以及我们的优子啊。那等一下会分别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作用在哪里，这样子。好，第一关就是我们那个金固的地狱级有遇过的哈，这个开关盾啊，所谓的开关盾就是。你撸过这个骷髅头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亮的。哎，如果再撸第二次，它就会变回暗的。那这边的话是要全亮才有办法对它造成伤害哦。好。哎，我觉得我第一关应该要洗一下技能才对啊。好，洗一下技能，洗一下技能，它是越扣越强。我们只要不撸到那个骷髅哦，它就不会对我，哎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它造成伤害。好，那他是 CD2 啦，所以其实算蛮佛心的齁。好，这边庸子跳，我们就先把庸子开下去，然后我们先确保一下他下欸，刚是扣 50, 接着是扣75还是 100, 我们先看回满血会不会再有骷髅头。好，回满血会有骷髅头，所以这边的话要带走了。那这边的话我们把老师打开，好，然后去撸那三个骷髅头。好，就这样。OK， 来接着第二关这个突击哈，然后他会电你，记得你电没消到，你少几颗他就是打你几下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不要冒险，我们就开达尔文下去吧。然后哎，好像五鼠都有哎，那来消一下五鼠好了，这样子的话，等一下又可以捡 CD 哈。好。OK， 接着来到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这边先攻吼，然后给你转。对，我觉得应该不用多说了。这边的话呢，我在想要不要先把老师关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时候先把这个哥哥给他开下去。这个就跟我们在打那个螺旋王地狱级的时候是一样意思吼。好，先挡一下。接着我们就把合体给它开下去。好，那开下去之后就请开始你的表演啊，记得不要消到暗就是了啦，也不会有暗给你消了啦。哎，看看我们伟大的庸子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三关，第三关是两秒转珠嘛，然后不能手消到水。好，不能手消水，这个水看起来在那边很欠消哎。好，先这样。好，带走。来，接着下一关这个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只有克制敌人属性才会对敌人造成伤害，然后敌人当前生命力为 50% 以上，反正他就是会更新就对了。欸，那这样我要怎么解他？我看一下哦。敌人生命力越低时，连击次数越多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需要开一招这个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差点就被他骗去死了。嚯，还好我有发现这个技能啊！天哪、啊！好，接着来到第四关，第四关是手消全木跟手消全光哈。我在想这边要不要把技能洗回来耶？应该是不会好啦，那个不要洗好了。哎，结果炸掉居然没有光，可恶！那只好再洗一下下啦。我本来是想说炸掉有光就顺便那个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他就是告诉我一定要洗技能，不然等一下会死得很惨哦。那当然，我们最不喜欢铤而走险了啦。我标题既然都下双阿尔超稳，我们就是用超稳的方法去过。
庸子关掉会有那个，对，可是我现在想要稍微洗一下。哎呦哎呦，这个版面好，我们把庸子关掉好了，然后准备进关啊。这边要记得手消到全部的光珠哈。呵，来下一关哦，下一关会中毒90%哦。哎，重点是他防御力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一队有无视防御哈。我们这边再把这个开下去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因为他要那个点燃盾，如果没有点燃盾的话，所受伤害减到10%。然后根据他的血量5亿多，我们要打50亿才可以完全爆过去。所以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把这个10倍给他开下去吧。哦，这个版面，哇塞！今天运气还不错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六关。第六关是弓前盾，然后不能手削到木珠，欸，这也是很讨厌啦。不过呢，我们的双阿尔冯斯，对，又是双阿尔冯斯，有无视弓前的队伍技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转个光心啊，转火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不要手削到木齁，然后你转过去这一颗也会变成木，所以我们利用一下这个特性来木做一个叠珠这样子。好，接着是这个整版的弱化锁定齁，那因为我刚刚有在 CD3 就直接无视弓前打过去，所以它这边是 CD3， 所以这边有两个方法，一就是你慢慢去削，嘿，三回合给你削。啊，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开达尔文下去，达尔文这个是比较快的解法啦。对，那如果是那个慢慢削的话，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，看你能削多少是多少啊。好，反正就是三回合给你去削就对了。好，我以为今天又要运气很好，又一次满版。好，这边带走。好，这一关有先攻齁，不过他先攻是打26000多，那因为有减伤的效果，所以这边的话是还 OK。 好，这边强化无鼠盾的话，就是我说的庸子给他关掉。好，这边就一定有强化无鼠在了齁。当然你开达尔文也可以，可是达尔文就带有一点点堵住的感觉在了，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风险。欸，我那边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没关系，还好有削到齁。来，这边顺利带走。好，接着就来到王冠啦。王冠一样有先攻齁。来，这边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庸子再给它开下去，然后我们转个木星好了，应该是转木星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就不要去碰它啦。好，顺利带走。来，王二这边的话呢，因为庸子开下去了，所以其实他也没有暗珠了。打到王二，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告你就是通关了，好不好？就算你被他打到，欸，他有无视减伤，好，不要被他打到。来，这边看你有没有想吹伤害啦。我这个人是，对，我不太喜欢暴力的，我们就直接一个平转就好了。然后就有发现没过，有没有？到时候就要说，哎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好啦，应该是不至于啦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无垠宇宙的侵略 LV5 双阿尔冯斯通关给大家做参考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